好，我来试喝一下。嗯，哇，好香哦！就是你会喝到浓缩的，应该说就是充满了香橙，然后一点点柠檬香，然后还有很香的红茶的味道。对，我们的台湾的二砂真的是太惊人了，质地真的太好。对，你可以想象它如果拿来煮红豆汤，这个像果冻状一样的这个糖浆拿来煮红豆汤会有多好吃。嗯，我一边说一边流口水。真的好好喝哦，非常好喝哦。哇，这每喝一口你都会觉得哇哦，每喝一口都会感觉非常的开心，真的，我觉得柑橘类的东西非常的神奇。然后这样子装又很漂亮，看一下，你看看到柠檬片吧，好好玩。怎么说呢？就是这个感觉，就是你就会觉得它非常有生命力，然后充满了活力，每喝一口呢都会觉得很开心。就是茶也好香，然后糖那个，你看到柠檬片，然后喝到甜橙的味道也好香，就整个喝起来就是一个开心感，然后会感觉非常满足，真的很棒。我加入了柠檬片，然后有稍微摆一阵子，结果它那个柠檬的味道就释放出来了，有闻得到柠檬的那个香味，然后喝的时候也还有点点酸味这样子。我觉得它非常好，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产品哎，哇，嗯，一定要搭配冬爵红茶。我的这个糖渍的柠檬片啊，其实我有陆续的回冲，然后也放了两天吧，结果到现在它都还是有香味，然后它的味道是那种比较温和的，跟新鲜的柠檬片蛮不一样，所以这种糖渍的产品真的是蛮神奇的。